Hello， 小朋友们，今天我给大家带来超级飞侠的遥控乐迪。我们有一个超大号的乐迪，乐迪还会说话。我们还可以转动乐迪的眼睛。嘿，你好，今天我要去哪里呢？有超级飞侠，超级飞侠，是时候要出超级飞侠了。嘿，你好，今天我要去哪里呢？下面我们把乐迪变回一架飞机。好了，乐迪已经变回飞机了。我们还有一个遥控盒子，我们可以控制乐迪前进、后退、左转、右转、亮灯，还有跳舞。下面我们来试试看吧。我们再把乐迪变回机器人吧。